这个世界你到底了解了多少呢？欢迎收看不可思议的世界，今天是大年初二，潘潘在这边还是要跟大家拜年，祝福大家在金鼠年大家都是数一数二的顶尖高手，钞票数不完，好运数不完。那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今天不可思议的特别来宾，资深媒体工作者陈安怡小姐。嗨，大家好，过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恭喜发财。<笑>紫薇斗数的星象学专家蔡尚基蔡老师。啊，潘潘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鼠年大年初二快乐，一整年也都要很快乐。好，一定要快乐哦。还有姓名学的权威江伯乐江老师。哎，潘潘好，大家好。祝新的一年各位观众鼠年寿，日日有见财，日时招财，日时到，夜时招财，时时刻刻来。哎，大家都发大财哦！还有风水命理界的教父谢元景仪谢老师，潘潘好，各位观众好，大家好，祝大家新年的一年，那么财源广进，然后数钱数不完。哎，还有神明的代言人李三拜的法师玉泉法师，潘潘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哎是大年初二。 恭祝大家啊，鼠年行大运。嘿嘿，鼠年要行大运了。那首先呢，潘潘还是要恭喜2008年属猪的观众朋友，因为昨天做了一集特别企划主题哦。2008最夯的生肖就是属猪的，但是当然做人做节目不能够只报喜不报忧。哎，所以呢，今天就要就慢慢担心大家会这个好遇到好事情的话呢，就会得意忘形啊。所以呢，今年就要跟大家来预测。 预测一下，四位专业老师要预测鼠年到底谁最苦？哎，你知道了什么事情会很苦的话，才能够逢凶化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首先就要先预测一下，事业不顺工作最苦的生肖跟星座，蔡尚基老师，请。好，这个十二生肖里头哈，在我们老鼠年里头，哪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属兔子的。啊！ 我上榜了哦，属兔的。那个我们昨天有讲到哈，属兔子的是正财最旺。对啊，这样不合理啊！我要吐槽啊，我要踢馆。对，所以我现在就是管子给你踢。<笑>怎么可能？正财偏财都旺的属兔的那个工作也最苦。是这个正财是旺，但是我们现在讲工作苦。 正财旺的人不一定工作就不苦啊，哎，你看有点道理，因为我今年开春有没有就去做手术，然后工作嘛不停蹄，有时候不分日夜的，还真的有点苦啦。对啊，你看那个王永庆老先生，对不对？他事业是不是做得很大？对，但是他到现在九十几岁还要东奔西跑啊，对不对？工作是不是很苦？对不对？可是这些辛苦都是有代价的，对，所以最主要就是因为哈，这个属兔子的哈，他的官禄宫，这个宫位里头哈，有一个潜阳，是这个潜阳。 哦，他所落的这个宫位，他会产生一个这个好像一马奔动一样，这个叫做马头带剑，好，他会到这个很远的地方，或是到海外去工作。那如果没有到海外去工作的话，他在工作他可能不能不休，如火如荼，可能连吃饭的时间、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这样，这好啊，都是我也觉得很好，因为我以工作为乐趣啊，因为像我跨年的时候又到马来西亚去表演，然后之前又到澳门有那种夜总会开幕，我们去唱歌，有一方面。 可以玩，可以赚钱，把工作当娱乐的心态。对，所以这个属兔子的在老鼠年这一年在工作上就如同哈上山怕兵后惹害俩高岭。哈，对。可是那我要笑其他的生肖，可能是他们苦，然后又没有赚到钱，是会不会这样？如果说是属兔子的哈，他是苦而已，但是会赚到钱。那我们讲的是工作最苦，工作最苦，但是。 有没有赚得到钱？那又另当别论。因人而异，对，所以属兔子的他是正财好，工作又最苦。哎呦，那等一下老师再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化解。那么要请教一下江伯乐江老师，您预测2008谁最苦？其实谁最苦没有看节目的人最苦，为什么？老师要讲，因为我要从另外一个命理角度来看。如果说单纯只用十二生肖来论断这个吉凶来讲，这个准确度不够高。那老师弄一个最高的，什么叫我预测来讲是蛇。 属蛇的朋友哦，对，工作最苦啊。对，那为什么？各位看一下，2008年老鼠年，老鼠年五行啊，老鼠年五行喜水。那为什么我讲说有蛇字根？因为蛇五行属火，所以产生水火克。是。那水火克以外，另外我们要知道，老鼠啊遇到蛇都被蛇吃掉。所以我现在讲的是从生肖姓名来看，如果你名字有蛇字根，什么叫蛇字根？比如说你名字有建设的建，强壮的强，华，朝廷的廷，家庭的廷。 还有所谓的艾迪达的笛子，周迅的迅，欢迎来迎，有没有错字边就代表要蛇。还有呢，各位观众，就算你选股票一样，在新的一年里面，名字头会通的啊。
通顺的通，错字边的进步的进，还有所谓到达的达，飘逸的逸。我错字边的这些人都比较不好。那女生来讲的话，女生如果你有所谓蛇字边，什么叫蛇字边？包括彩虹的虹，包括凤凰啊，彩虹虹那个虫，虫代表一条蛇。凤凰那个凤，蔡家红今天要特别注意一下，真的。啊，还有所谓的凤凰的凤是什么凤？什么凤？什么凤字一样？有凤字边的。对对，因为除了凤的凤字有没有那个鸡？鸡代表蛇的意思，今年是老鼠年，所以蛇鼠，老鼠都会被蛇吃掉，所以名字蛇字边是比较倒霉。啊，另外几个字就是说，男生名字有凯凯旋的凯，是那个鸡也算一条蛇，还有帆船那个帆字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还有意义的意，意的意，还有奶。哦，无奶的那个奶。如果真的很苦的受不了了，可不可以叫个小名啊，来改善这些问题？其实啊，如果其实你看潘潘的艺名叫潘潘，我为什么讲？如果啊，老鼠年五行喜水，所以今年其实在名字有水字边的哦。比如潘潘的潘字不得了，你看上面也是水。那潘字把它拆开，下面有个田，田有四个洞，老鼠爱打洞，所以今天潘潘旺旺，潘潘很旺。谢谢。我讲是真的哦。所以工作苦一点没关系。对，所以今年如果名字不好，可以叫潘潘啊，女生就叫潘潘。每个人都叫潘潘就对了。那其实如果男生可以叫水水，为什么？因为老鼠年五行喜水叫水，我讲的是真的啊。谢谢水水老师。名字有水字边的。其实名字哦，其实我们讲名字可能有水这边的，有所谓的口这边，今年都不错。好，你们两个，你看光两位老师就预测不一样，你们到底谁准啊？那个农历过完年我就知道谁比较准。好像有录影存证哦。那么接下来就要请教谢元景谢老师，认为谁最苦啊？在民间里头哈，大部分还是用这个所谓的星，所谓的星座啊，我们的这个生肖啊，是啊，那这些来做一个预测。那通常生肖上面来说，会认为说属马的这个星数，在属马的会在工作上面最苦哦。对对，那因为在新的一年里头，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因为第一个，因为我们讲说太岁，通常你是在被正冲到的人，影响会比较大。这边属马的人，他的变数上面就比较大一点点，尤其针对55年次的这个工作朋友，55的要特别注意，对，因为他在工作运上面就会变得变化比较多，容易被炒鱿鱼吗？倒不是说炒鱿鱼，而是说他的工作上面可能会会比原来的这个挑战性要更多一点点，也许工作范围也加大了。那第二个来说，他因为他比较特殊，有个叫栏杆星哦。那栏杆星相对的，你想一个马如果要跳过那个栏杆，跳过去当然是 OK 啦，可是你跳过一定要用力嘛，所以基本上来说，你就别人说我可能要比原来要更加的加倍的努力。相对的，你跳不过去的时候就摔倒了，很摔马。对啊，那在古代认为栏杆从另外角度哈，它代表什么？代表官司，是就好像被关在栏杆里头，还会有官司的问题。对对对，所以变成今年更要特别小心喽。有时候讲要吃力不讨好，我可能帮了很多忙，我做了很多事，可是有时候你一点小细节没有注意到，那反而对自己来说啊，可能那个工作努力的地方都被减分。那这样子的话，不就逮鸡看卖惨呗？会不会就避过？所以就变成说，在属马的观众朋友，在新的一年里头，那在事业方面来说哈，可能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我们有些人会建议说，比如带一些比较三合的一些生肖的一些饰品啊。什么叫三合的饰？比如说属马的朋友，我今年运不是那么好，那可能佩戴属老虎的这个，比如说老虎的一些这个科的，不管是戒指也好啦，玉佩也好啦，或者是我们讲说像比如说狗啦，那其实这两种来说，它佩戴在身上，相对的运势上面就会加分哦，就可以逢凶化吉哦。那么逸璇老师的预测呢？还要 PK 吗 ？PK 了，手榴弹再丢出来啊！还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啊？像这个的话，经过这个火云八卦来算的话，今年工作最苦的，鼠年工作最苦的是，就是我们的鼠猴的，就是我们的蔡尚福。会吗？因为他会忙着什么？因为他有鼠猴的工作最苦，有很多的星会出现。经过这个八卦下，就算他有个官服缠身。最近会，今年会事情会非常的多，挣太多了，事情会非常的多，然后会狼的把康架，每个人都想要去告他一个，告他一状，就县太爷的地方告他一状，他是在官司非常的多。但是针对你的，那是你的仇家，你要小心，那是你的仇家。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五鬼入座，它还有一个五鬼星也显现出来。是，那五鬼星出现的时候，它的小人会来自东西南北中五方都会来。哇塞，所以小人非常的多。就说你属猴今年工作非常苦啊，然后在这个28星宿里面要补到两个卦，一个是叫破卦，一个叫虚卦。所谓的破卦就是破屋难成啊。所以说属猴的你今年。
工作是非常的苦的，也不可以适合搬新居。啊，如果也要投资房地产，对，也是不行的。然后再看这个虚卦，所以这个虚卦就是好像飘渺一样，虚幻一场。哎呦，哎，你做事做得再好，工作做得再好，到头来是落地下一场空。对，一场空，因为他有一个天狗星跟着他，所以说他小人都会被人家咬，都会走在路上都被狗咬，是是，就这么倒霉了。哎，那刚刚蔡尚基老师属猴的被点名到，你要怎么去破解嘞？啊，我有龙龟，我这只龙龟哦，就正在我的这个易书房的办公桌上。哦，这样哈。对，一阵看一下这个所有的天下就安定了。好，对，其实它有分几个年次的，好像我们就说57年次的，57年次它的一月跟三月跟五月。57年次的属猴的，对，一月跟三月跟五月，然后他是在早上的7点到9点所生的，哎，然后再来就是一个69年次的，一个是那个一月、三月、十二月的亥时所生的，更要注意，更要注意，这两个时辰，他怎么破？曾国成是57年，可是他很顺啊，对啊，如果万一遇到不顺的话，怎么改善？很简单，就是在正月9号的时候，我们大年初九的时候，你准备12颗红蛋，还有12个1块钱的，那你到你附近的土地公庙你去拜。我们天公拜完之后，你去拜这个当地的土地公，要说拍谁帮他跪下五年，因为我今年小人会很多，工会很苦，还要给我属猴的用龙龟。好，是，先避掉这一些啦。那安怡知道吗？还有那个蔡依林也属猴。哦哦，那他今年也会很苦吗？可是他是比较小的猴，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对，如果刚就是说在57跟69年次的话，这个会比较正冲。那你其他的话是稍微会比较没那么苦。是，那你2008，你最近采访到一些企业名人、艺人啊，有没有觉得哪里很苦？我觉得啊，我觉得刚刚讲到那个马，对不对？马的话，周杰伦跟杨宗纬都是马。因为我觉得有点道理，是因为你知道那个今年周杰伦不是是非很多嘛，就是一直在炒那个唱片的卖量啊，是。那明年的话，看起来，因为他感觉上就是唱片今年好像没有往年之前的那么好。你干脆讲说明年走下坡。哈哈哈哈哈！这样讲，真的还假的啊？会吗？对啊，真的走下坡了，走下坡。然后杨宗纬，但周杰伦走下坡不是跟那个他属马有关，是因为那个节制上面四点为火。那老鼠年子午正冲啊！哦，这样啊，可是他也差不多也可以退休啦，真的没错。不要说走下坡啦，就是说让自己心情缓和，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哦，那可是有人说工作上面的苦我不怕，我有这个打拼的精神，工作不怕苦，但是感情很怕苦。到底2008年谁在感情上面是最苦的嘞？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告诉你哦。那今天已经找到对象，他一定会找到，相信我。肖老师，你要加油！许纯美都结婚了，真的哈。那这边我要讲一下，许纯美结婚要真的要感谢。你帮他摆风水？不是，因为你给我摆那个林中伟湖啊。朋友呢一定很担心，如果2008年的感情很苦的话，心里就着急了啊，蔡尚基老师。对，没错。所以哈，在感情方面来讲哈，这个哈属蛇的，哈属蛇的会最辛苦哦。对对，因为我们那个从流年来看，它的紫微星盘的宫位的福德宫，就是管感情的宫位。拍谁呢？属蛇的观众朋友已经粮票了，糟糕了。好，这个宫位哈有请阳、天行跟地劫，最重要是这个地劫。地劫就是一种撕裂的能量。是。对，所以属蛇的朋友要非常小心，在鼠年这一年哈，感情被活生生的就像八极纸把它扒开了。哎呦，刘嘉玲哎，可是他不是要跟梁朝伟修成正果了吗？有人说他们两个，搞不好蔡老师预测到今年分手啊，不一定啊。会吗？有吗？如果你预测到分手，我就赞成了。所以你们两位都是这样想。这个真的是很有得磨啦。对对对，这个从色戒的影片可以看得出来。慢慢磨。好，那么姜老师是不是属蛇的嘞？真的哈。这样你就还有不是属蛇，因为他2007年感情很苦，希望他2008可以转运的。我看你我不就靠，我就赞。真的吗？真的，各位观众，我快要结婚了。但对象在哪里呢？谁？哪里？谁？潘。我们属兔的，有哈喝吗？不行，这样有两个绯闻的对象哎。蔡老师爱上你了。不是，难怪老师一直说我烂桃花很多。你们到底算正桃花还是烂桃花？我发誓，今年潘如果绯闻对象没有出现，
我帮他帮他看。欢迎观众朋友来信来报名跟我约会。张老师的找法吗？对，没错，他们今天已经找到对象，他一定会找到，相信我，超神。张老师你要加油，许纯美都结婚了。真的哈、哦。那这里我要讲一下，许纯美结婚要真的要感谢。你帮他改风水。不是，因为你给我把那个林中伟胡啊，真的真的真的。你没有，你有不要紧，你也在我们 RPG 啊。就是他临终一生就听命于他吗？哇！现在两个感觉真的很好，常常去我们隔壁吃饭。哎呦，你们好八卦啊，真的是。这个是没有对外讲，我们节目里面才讲出来。好了，你赶快预测2008谁感情最苦。讲到感情，其实在所谓的八字入命里面啊，子午卯酉就是说老鼠、马、鸡跟兔本来就命带桃花。哎。那我们今年讲，今年是老鼠年，所以子午又刚好正冲。哎。那所以我认为马。今年如果生肖属马的机会比较大一点，又是马，属马的感情最苦哦。但是我还没讲完哦，它只是生肖属马而已。嗯，但是如果你的名字有所谓的马字根跟火字根，哦，什么叫马字根、火字根？比如说马字根的话，比如说飞黄腾达的腾字下面是个马，哦，还有何笃林的笃字，哦，笃林我不是说你哈，我是何笃林那个笃字哈，笃字那个马也算是，还有竹子的竹，哎，那笃字上面有个竹也是火，马也是火，今年就比较麻烦一点。那再来是麒麟的麒，还有马兆俊的俊，是，还有张友化的化。马兆俊不在了。对啊，那是因为去年，那为什么脱离苦海了？对，因为去年是老鼠年，老鼠为水，那马为火，子午正冲，水火克的意思。那里面还有名字火字根的，还有炎，还有周杰伦的节字。对，节字。周杰伦节字哦。周杰伦属马。对，大 S 小 S， 为什么？徐熙娣的熙字上面是个四，四代表蛇哦。那下面四点代表火，火代表马，火中藏五马，所以包括大 S 小 S 的熙今年都不好，所以老师预言，小 S 大 S 今年事业会走下坡，但是恭喜小 S， 你走下坡是因为你要怀孕生男生。哦。今年老师先预言，现在还没节目中绝对没有人讲出去啊，我第一个讲。小 S 在最近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她可能会炒饭，炒饭之后呢，可能会怀孕。我讲的是真的哦，她才刚生完，对对，她会继续生，她会继续生。而且我要讲的是，她这段期间里面怀孕之后呢，她会生男生，在1997年的农历的10月11日会生男丁。哦，那生完男丁之后呢，你要知道怀孕过程里面，当然主持节目就不行了嘛，对不对？所以小 S 走下来，所以我们潘潘就当趁着大 S 小 S 走下坡的时候，潘潘更往上一层楼。我干嘛要趁人之危，自己没本事就要靠别人出事？你本来就很好，但是因为这两个绊脚石又不见的时候，你又更往上爬一层。没有啦，老师的预言绝对是准的。对，我听起来的重点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感情上面很苦的话，如果你是已婚，你就生小孩来改运啊，因为在家当少奶奶也很好命啊，大家也很羡慕。所以小 S 应该有算相信命理，他有看过节目，问他知道今年比较不好，他说没有，因为生小孩，所以我今年运势不好。那其实以流年来讲，因为西那个，因为刚才阿姨讲到西那个四点叫火，是火中藏五马，今年是老鼠年，所以水火正克。而且西地又属马，哈，他也属马。哎，那所以陶晶莹的名字就比较好，因为她生完小孩一直反正更旺。对，对，但错了，小孩子是鸡。但是我还没讲完，讲到陶晶莹，对不对？嗯，要讲就讲预言准的，为什么？陶晶莹的晶字因为日，今年是老鼠年，嗯，老鼠怕逢日。好。虽然他现在很旺，对不对？那什么时候有问题？这个节目老师预言在农历的10月左右，星光帮啊，包括一代、二代，包括星光帮，包括陶晶莹本身来讲，在今年陶晶莹要注意身体的健康以外，知名度一定会有产生比较不好的负面的影响，一定会这样啊，会有负面。但钱会赚很多，年底陶晶莹钱会赚很多，但是负面的形象，包括负面的绯闻出现会出现。好，你小心哦，如果不准，人家告你，你就会先有官司。如果不准的话，下次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好，那再来要请教谢元景谢老师，帮我们预言2008谁感情上面会最苦。一般来说的话，以传统民俗上面生肖来说的话，因为在明年哈，这个生肖里头有一些，比如说星座，那么到掉到哪个位置上面，它其实会产影响。比如说第一颗叫做红鸾星，红鸾星掉到谁的身上，当然明年就我们讲说，可能谈恋爱的机会哦，可能谈感情的机会就会比较多一点点。可是呢，另外呢，我们讲说红鸾星既然我有这个机会，相对你就不要有不好的星座也掉到这个我们本身的生肖里面，比如说像咸池，咸池代表深色场所。对，它跟深色场合有关系，比如说可能跟酒池肉林啊，所以跟这一方面就可能我也许会跟一些接触到比较多的一些朋友。那在民间里头认为属兔的生肖，兔属兔的人容易掉到酒池肉林里面，然后感情最苦。他们小心男朋友交太多了。没有，还好我不走那种深色场所，夜店我都唯一的消遣就打打。现在上面讲完了。
交男朋友算深色场所，因为交很多个啊。你乱讲，我才没有那么淫乱呢。还有呢？因为他明年来说，就我们讲谈感情的机会会比较多一点，也许我在这一年里头会有比较多的一个选择的机会。当然在选择机会里头，那有些人能够把持得住，那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有些人把持不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就可能桃色陷阱、桃色纠纷。对对，那你所交往的朋友里面，只要有一个，我觉得不用多，只要有一个，那么我们讲说。可能对你有一些呢，可能放了一些话，其实就会产生伤害。对啊，之前有时候跟一些男生交往，他就说，你身材怎么样啊？然后有的如果是他去隆乳的话，他就到处去宣传啊，嘎来啊，嘎来啊什么的，就真的对女生比较伤对啊，有一些男生没口德的。属兔的话，圈内有天星跟张飞。蔡淑臻也是。蔡淑臻也是啊。所以我们都要加油，要小心。加油。那么一璇老师的预测呢？我的预测啊，刚吐了蔡尚基老师嘛，他不要再吐他了。我们这一次的认同跟他一样的，也是属蛇的，属蛇的，对，今年也是属蛇的，因为今年在这个，那你这一次去吐到谢老师了，谢老师属蛇了，因为他是属蛇的嘛，对不对？那这个今年是属蛇的哈，那他是鼠年嘛，那整个在来看的话，他有好几个星，第一个他有个子背星，子背就是后面会有人会指指点点的，这叫子背星，闲言闲语很多，对啊，就是说他很容易会有婚外情。属蛇的，那很容易会有婚外情，那会不会有什么跳之类的？仙人跳吗？那婚外情之后呢，就后面就会有这个紫背星就会来，就这个人这个怎样怎样的，这个紫背星会带的非常的重。但是还是跟个人品对个人的品德有关系的，就是说色不迷人，人自迷嘛，你就不要被他迷到就好了嘛，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小心外面有很多针孔哦，所以还是做吧。那还有一个天哭星，这个天哭星是坐落在蛇属蛇的这个他的家里面家室里面这个家。这个天哭星呢，你只要这个紫背星一发生的时候，它这个天哭星马上就会进去。那你天哭星一进去的时候，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桃花劫就来了。桃花劫就是会要花钱消灾，一定要花钱消灾。那还有它还有就是这，好恐怖。对不起了哈。然后还有再说看到我们是看着它这个二十八星数是跟这个十二年位，它有补到两个，一个是辛跟除。这个辛呢，它在这个鼠年的时候，它整个运就是说它的整个这个工作会非常的好，人家都会想要去拜托它。可是里面有暗藏了一些玄机，要小心有陷阱。对，就是有陷，它会好像星光一样在天空上放亮一样，像金光党的可能是不好，对，照亮别人。可是后面有人会挖一个洞给谢老师去跳，因为他属蛇的嘛，就给他跳下去。小心小心。然后还有一个谢老师不好色，搞不好如果没有被人家跳的话，搞不好还懒得一身。对，那还有再就是看这个除卦，变成他有一个除旧布新，这个除就是所谓的除旧布新，他觉得厌腻了，我对我家那个黄脸婆，我对我像谢老师，我家那个黄脸婆。厌倦了，我要换一个新的。那动念会出现，会产生。那怎么讲呢？而且今天穿那么粉红粉嫩，对啊，有问题，有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好，来生肖哈，就是说这个属蛇，它是在六十六年次的三月。六月、九月的早上的9点到11点所生的，要记清楚呢。对，那还有78年次的4月跟7月下午的5点到7点，这段时间生的非常非常。如果自己的先生、老公或老婆、女朋友是这样，就要特别注意他的行踪，盯紧一点。对，要把他盯紧一点。安怡嘞，还好，我不是属蛇的，我老公也不是，我们两个都狗。那圈内有哪一些属蛇的啊？容易这样子有劈腿、蛇的、蛇的。侯佩岑啊，刚讲的。是，可是我辈子现在没有男友啊，所以应该爬不了墙。那么接下来要预测2008年病符入宫身体最苦的一个这个生肖。蔡老师讲之前，我们先进一个广告，马上回来。健康说。对啊，因为健康最苦啊。生肖里头啊，有一个星就是直接就是叫病符星。那病符星它进到哪一个这个生肖里头，也就那个生肖在新的一年里头，它可能身体健康方面比较要注意。那在明年来说，刚好进到这个。专业老师都帮大家预测了，在事业工作上面很苦的，还有感情很苦的，如果身体再很苦的话，真的那该怎么办呢？蔡老师，这个属老鼠的朋友小心一下老鼠，老鼠的又上榜了，健康会很苦哦。
那老鼠的朋友哦，刚好是吉二宫，吉二宫是管健康的宫位，在我们紫微星盘里头的吉二宫在流年的位置，刚好走到潜阳、天贤、地劫，这三颗星座一撞击在一起的话，属老鼠的朋友，不嘛就是车祸，不嘛就是开刀。哇，好小心。对，那如果是有车祸的话，就不会有开刀；有开刀的话，就不会有车祸。哦，对，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是余翔全是属老鼠。先破除血光了吗？可以吗？就先被打。对啊，所以那个运就先去在前面了。哦，这样。对对对。那有的人靠捐血来避过的话，对，没错。所以如果是有血光的这个属老鼠的人哈，都捐点血哈，那也可以避开这样的一个灾难。那同时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厕所的地方，家里的厕所、风水的厕所的这个位置哈，打扫干净一点。你之前去年预言大 S 跟仔仔，你今年预测哪一对恋人会分？那如果叫预言，要预言更劲爆的，老师预言隋唐跟姚文翰很快会有第三者介入，但是只有这一对吗？还没有。老师预言陶喆因为女朋友交太多，招致绯闻事件。陶喆啊，因为今年是老鼠年，陶喆的喆有两个口字，从生肖性命来讲呢，老鼠爱打洞，所以他泡妞泡不完。老实讲，你绝对有证据，好不好？鸡没有，那你也要叫他酒少喝一点。对，酒少喝一点，酒后不开车。好，那我们现在讲，其实今年我要讲的是健康最苦，包括演艺圈啊，包括其实健康最苦会犯了什么错误？桃色纠纷就是房事用太多，女朋友交太多，男朋友交太多之后产生身体的病变。但是从生肖性命来看，哪些自由？这些从姓名学上可以看到纵欲过度的人，绝对可以看到。老师要讲是因为老鼠年，老鼠跟兔子跟鸡带刑破，要带所谓的三刑六破。那什么叫木中藏卯兔？所以名字有木字根的，像江伯乐的伯跟乐。哦，就要注意筋骨的问题。我还没讲完喽，周杰伦的节字上面这个木。哦，其实周杰伦，所以周杰伦今年好几个不好以外。还换桃花，事业还走下坡，还没讲完哦。是，还有所谓的那个青青草原的青，苏有朋的朋，还有那个玉芳那个玉字，还有树木的木，还有名字有春天的春，还有姓林的哦，姓林的，还有那个本来的本，是哦，财产的财，杨宗纬的杨也算吗？那个也算，那个也算，那是算大姓，那算大姓。对，那还有所谓的。所谓的桂花的桂，梅花的梅，还有江伯那个乐字也算是哦，这样。但是有带鸡字形的也有。什么叫带鸡字？鸡字形像张飞的飞，飞啊，张飞的飞哥的飞。像老师就预言，飞哥今年一定会传出所谓的新的交往对象，曝光出来。啊，这样。对，他应该这个是幸运啊，枯木逢春。但是我还没讲完啊。单身那么久。今年是桃花年嘛，对不对？飞哥传出来之后还是要分手，所以要注意一下，因为今年是老鼠年，子由破，所以不得已没办法。所以还是会烂桃花就对了。对。啊，你这是姓名的部分啊，生肖嘞，你还没讲。生肖，因为伯乐的话属兔，跟正常应该像讲兔才对了，但是我勉强。还是违背良心讲鸡好了，所以是属鸡的，你认为最有可能。那谢元景谢老师的预测嘞？在民间里头认为说生肖里头有一个星就是直接就是叫病符星嘛。那病符星它进到哪一个这个生肖里头，也就那个生肖在新的一年里头，它可能身体健康方面比较注意。那在明年来说，刚好进到这个牛的这个生肖。牛啊！对，我妈妈是属牛的，那怎么办？那一般那么老了没赚钱没关系。他当然他退休好几年啦，但是因为他之前肾脏肝都开刀，这边好大一道疤，那我们现在就很心疼他，万一在生病的话怎么办？因为一般来说，属牛的朋友他其实大部分都是积劳成疾，就是说哦，可能我前面也许前几年我工作很多，然后我累得很累，一次发出来。对，那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子啊，你可能很忙的时候，其实那个疾病不一定会发作。那有时候一闲下来之后，对，连续休息，但身体就开始出现这个毛病那个毛病。那是不是开春了以后开工了，我们就到医院去做检查，搞到有什么问题找出来啊？对对，做正常的我们所谓的健康检查，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也许过完年之后安排比较正，我们讲说可能一般像运动啊或什么比较可能比较正常的一些那种运动哦，那可以让他变成说这个地方呢，那个我们讲身体方面的那个负面能量。能够排除掉，释放掉。像我们现在有能力照顾父母亲，让他们退休了以后在家，然后偶尔花钱啊，帮他报旅游团啊，或者进香团，出去走一走，多运动。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病符星哈，它特别落在居家的环境的西北方这个方位。
那因为在明年是在西北方，如果刚好也许我属牛的朋友，我的房间又在西北方的时候，那这个疾病爆发就会更特别的明显。啊，那改方位啊，赶快啊！其实一般来说，民间里头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当然是改方位哈。那第二个来说的话，也许我们在讲说点这个类似这个光明灯，哦，让它的运势上面比较开，那身体健康方面就会比较好。第二个来说，也可以买哈，到夜市里头去买那个铜做的龟壳。是。好，那一般乌龟代表长寿，对，代表长寿的意义。那第二个来说，乌龟它的壳因为它比较坚固。不被人遇到任何的伤害，他躲在里面就比较不会受到伤害，所以通常民间里头会写上自己的名字，农历出生年月时间，写上身体健康，元辰光彩。那观众朋友把它记下来之后呢，就记得大概这几天里面一直到元宵上元节元宵之前，那么来做，放在居家环境的西北方，都会有一定的效果。哎，老师，我突然想到前几天我看新闻，就不晓得是哪个恶劣的人，没有道德，他不是就把乌龟这样活生生龟壳敲破，那个业障不就很深？因为龟壳就代表长寿。其实因为在古代来说有一些认为说，就是认为乌龟长寿，所以他们练这个所谓的我们讲说龟鹿二仙交有没有？他那个龟是真的用龟壳，他们讲下去融，那练的那个时间够了以后，他自然就会融成那个胶。不过一般民间里头，我们因为鼓励大家说尽量不杀生，对，所以还建议大家到夜市去买铜做的龟壳，那这样就不需要去杀生，那去取得这个这样的东西。好好好，那逸璇老师呢？我已经不知道跟他讲啊，因为我是属老鼠的。啊，你今天是属老鼠，健康会有问题吗？没有，刚一菜上去吐到我了啊。那你可以反驳啊。没办法反驳，因为也是属鼠的啊。啊，真的，今年健康会比较弱一点吗？今年是属鼠，今年是整个鼠鼠确实，身体上会比较差，所以你自己给自己开刀。没办法，各位观众不要紧张，我也是属鼠的，老师也是属鼠，一定会有破茧的方法。老师，你现在看起来健康是没有问题，只是头发比较少一点啊。他是遍地风光，真的？他怎么改啊？我们大概看一下，为什么属老鼠今年犯太岁啊？为什么他的病符？身体的病痛会特别的多，因为经过这个二十八星，他下去补的时候，他有两个卦，一个是鬼卦，一个是嘴，嘴巴的嘴，然后缺一个口，还是念嘴。但是这个呢，就是鬼的话，它代表在古代代表瘟疫的意思。哎，会传染。属老鼠的呢，它又跟这个瘟疫在一起，它会传染这个病。所以说，在这个今年整个的夏天，你这特别要注意公共场所不要去。哦，如果常出入公共场所的时候啊，完蛋，你就是会容易招来。要不你自己身体虚弱，可能别人感冒，你自己都有可能。是肺发炎，然后肾衰竭。人家轻微，像谢老师那是属蛇的嘛，对不对？他的轻微感冒，我就很糟糕，变成一类了呀。好，然后在这个嘴的意思就吹个口，他就说就是尽量在吃的方面要稍微注意一下，容易胃肠的疾病，饮食呼吸道的。对对，那这个混元八卦里面给他补出来，我们刚谢老师有讲过这个病符星嘛，再来一个太岁星，那还有一个是天厄星，它会突然间发生的横祸，会突然来的横祸，就比方说车祸之类的，还是人家去砍人，结果你就莫名其妙被砍了一刀，是这方面的。哎，那这样子的话，出去旅游也要稍微想一下，对，就是尽量不要跟老鼠的坐在一起。真的？对，坐飞机也是一样，你先问一下，如果是属老鼠，你就不要跟老鼠坐在一起，没有开玩笑的。然后第二个，它还有个两个星，就是勾王神，王神还有一个叫做勾角，这个勾角是所谓的勾魂使者，哦，所以说今年整年来看属老鼠是非常差的，但是尤其还有在61年，就是跟老师同年的61年的3月、5月、7月的卯时，早上5点到7点生的是非常不好。好，然后再来就是49年次的1月、3月、7月，早上的7点到9点，还有一个是73年次的2月、4月、8月下午的3点到5点，所以都要注意。对，那怎么样？怎么破这些血光之灾？那如何去把它破呢？很简单，在正月15，你就除了安奉太岁，还有光明灯之外呢，还有我们中国是万神论嘛，很多神明嘛，你可以拜什么南极仙翁，南极仙翁保生大帝，是，还有就是我们的长生大帝，还是说我们的天解星。那拜的时候你要如何去拜呢？你准备面线跟寿桃，然后把你的头发指甲剪起来，写着你的生辰愿，是拜完之后把它就是把那个厄运都解放到那边去了，把那个红包袋把它装起来，你的头发指甲要丢到河里面去就好了。那么你看，要恭喜现在都没有上榜的人，你今年还是会很顺遂哦。尤其安怡是属狗的，也是在榜上无名的。但下一段比较重要，下一段就是要告诉大家，只出不进赚钱最苦的这个生肖。我们进个广告，马上回来哦。我是只进不出，那么只出不要今年越多赚。好菜。你不能回到大庙求财神、五路财神，或者所谓的
可以在家里啊，家里的进门有个玄关的地方，或家里进门斜对角线的地方，或是你可以在你收银机哦，做生意的可以在收银机这一柜台的地方，可以挂财星高照图。哦，那什么叫财星高照图？就是。人生都希望赚钱，只进不出，而现在要预测只出不进的这个生肖，蔡尚基老师。好，有关赚钱最苦的，这个是跟事业最旺的是同一个生肖啊，因为他事业很旺。所以所有的时间跟精力都是在赚钱，所以他赚钱很苦。这个生肖就是十二个生肖最后的猪，猪绝对不是猪。所以昨天我们的特别节目说猪是最旺的，不管是赚多或是赚少，反正他赚钱就是要赚得很辛苦。那通常赚钱赚得很辛苦，通常都是说他的时间都是忙于赚钱，就是把他的睡觉、吃饭、精神，还有包括他生活的重心，都是给了工作，然后在工作上一直不断的在赚钱。所以昨天有收看的也不要开心的太早，但是通常可能会赚到钱，但是赚了钱之后不会享受到自己，就是那一种只是知道赚钱，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去用钱，在这鼠年这一年不是一辈子的啊，不要这样子做成那个钱的奴隶这样哈。江老师认为。好，赚钱最苦代表说在新的一年可能赚钱存不住，另外代表是根本赚不到钱，对不对？那如果昨天看到那些生肖，因为昨天老师没有上那个节目，所以那些生肖准不准？老师认为不准，那听我的才准。你先命，我来讲，今年是老鼠年，那我要讲的羊，属羊的，属羊的是什么？只出不进啊？对，比较辛苦。那为什么？从生肖姓名来看哦，其实。如果你的名字，比如江伯乐的乐，小潘潘的潘，陈安怡的怡字，是，比如说你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有羊字根，什么叫羊字根？哦，就是上面那个，对，那个羊，张惠妹的妹字，惠也代表羊，那很多哎，要不大家都中了。许纯美的，对，许纯美的美字也代表一个羊，对不对？还有罗志祥的祥，罗志祥的祥，但是因为祥字他那个四字边带三个，所以罗志祥不一样，他权重更多，他要好，再来。高权的权旁边是个羊字，有没有？还有道名字有道义的义，上面是个羊字边的，还有茉莉花的那个茉，还有所谓的飞翔的翔，还有所谓珠宝的珠。所以其实名字有羊字边的话，在新的一年财运比较差，代表投资容易破产。几乎全中了，那到底谁可以赚钱？你告诉我们好了。没有，所以全台湾没有叫阿碧啊，没有叫张惠妹的啊。所以我讲的是名字有羊字边的，在新的一年才会倒霉，钱赚的比较少。我们要破除这个迷咒。中国呢？中国其实古代求财很多的方法。有肯定可能拜财神爷，那财神有文财神、武财神。还有那老师可以建议各位啊，就是说你不管可以到大庙求财神、五路财神，或者所谓的可以在家里啊，家里的进门有个玄关的地方，或家里进门斜对角线的地方，或是你可以在你收银机哦，做生意的可以在收银机这一柜台的地方，可以挂财星高照图。那什么叫财星高照图？就是它可能是文财神，通常是财星高照图都是文财神比较多，但你也可以挂个武财神，因为它是也是属于财神，对，挂这样的地方可以化解哦，就让你钱财可以守得住，赚钱比较不会那么辛苦。就像我老板沈玉玲，她也是属羊的，然后姓名可能也有问题，那她就摆个这个弥勒佛在旁边，没错，生意还是做得很好。那重点又来了，探钱也不是财富，砍钱也是财富，对不对？那如果砍钱呢？中国人很注重年年有余，就是一点餐厅啊，就古代在讲说，厨房跟餐厅属于一个次要财富的地方。是，你钱赚入来，当然爱存起来，对吧？存在哪里？你可以在餐厅挂个年年有余图。就是你钱赚进来之外，当然你可以挂两幅，一幅是财星高照图，一幅年年有余图，就把钱赚进来之后一定要守得住，代表只进不出，也不要只出不进，那就惨了，好不好？真的。那名字一样，有羊字边的话才会倒霉。那生肖如果属羊，那老师再补充一下，农历六月生的，生肖属羊，农历六月生的，那就更倒霉，好不好？那要注意喽，要当个守财奴，要把钱守住啊。那谢老师的预测嘞？那一般在民间里头，传统这个随着生肖上面来说的话，在新年老鼠年里头，它有一个生肖比较特别，就是属龙的这个朋友。那因为属龙的朋友，他其实因为他我有所谓的叫金柜，金柜象征是财库嘛。是。那既然财库在他身上，为什么他这工作方面赚钱方面还会有问题呢？所以赚到的话会守不住吗？属龙的。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很多朋友他其实这样子，我一年里头，我十二个月，我每个月都我几乎都赚钱，可是我只要出一千。一件事情大的，
那可能把那个这一年的钱，哎，就把它整个可能就赔掉了。哎，那我弟弟属龙，他是做旅游业的，哎，也会吗？也要注意哦。那其实一般属龙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在哪里哦？尤其是针对比如说，像我们讲说，哎，可能五十几年次的，然后那基本六十几年次的这两个年次，一般影响会比较大一点。五六年级生要注意哦。对对对，那一般来说的话，属龙的朋友哈，在新的一年以后，他有办一个叫白虎。那一般我们讲白虎星进来的时候呢，其实相对的，因为我可能在做事业的时候我很赚钱，是，也许我很认真在做，那可是相对白虎星进来，一进来就会咬到人，就会伤到人。有时候我可能，哎，我可能开车，哎，我开车赚很多，可不小心去 A 到人家一次，哎，我不是又要把今天搞不好这几天赚的，通通要去赔给人家。可以领家属金毛扣零啊，对对对，你虽然过年赚 double 的，万一你一个不小心擦撞的话，或者罚单你没注意超速，你辛辛苦苦赚来钱就没了。所以在民间里头，特别针对属虎，它有一句话叫做“白虎白如雪”哈，无灾必退薄，就是如果没有发生意外伤害哈、灾难或意外的话，那可能要注意金钱上，薄就是讲财薄，是就会金钱上的一个损失。所以在民间里头会认为说，哎，属龙的朋友在新的一年以后要怎么办呢？建议大家哈，比如说，哎，我可能在过年期间，除了一般像要去治白虎以外，是那么最好能够治白虎，听起来怪怪的。针对这白虎星，那么去做一个治疗以后，这我们讲说治化的这个治煞，不是治疗哈，那一定要记得。然后除了这个之类的治煞以外呢，要特别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说，针对我们可能要出去工作的地方啊，或者我们认识的这个人的部分哈，那尽量第一个达到我们讲说人缘要。把这个人员做关系、人际关系要做好，和睦相处啦，对对对对，尤其同事之间更要注意，对对对，免得因为我们讲说，也许我可能很努力，可是我的人际关系不好，对啊，好可能小人戳你一下你就惨了，对对，他不用多就戳一次，可能你就啊重伤完蛋了。那所以一般民间里头认为说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注意。那第二个是，如果有的话，行有余力的话，尽量做捐一些钱。我不建议说，对你不一定要多，也许我每个月只要300块，然后赞助这个家福中心也好，那么帮助别一般穷困人都会有帮助。这很重要哦。好，一玄法师还有嘞，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没有现场的没有了，不会再吐到了啦。好，来，大过年的老虎，老虎属老虎，你属老虎，那不会吐到你。哎呦，可是那个林建军李教授说。2008鼠年老虎会不好哎、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年来看的话哈，来赚钱最苦的就是属狗的朋友，赚钱最苦，而且只出不进。对对对对，为什么呢？因为来一样，这整个从虎年八卦下去观看的时候，它有两个星也是非常厉害，就是一个吊客星，一个三门星。那比如说他家里面会突发的状况非常的多，那比如说他奔波，他疲于奔波，是，比如说还可以。挖东墙来补西墙，挖西墙来补北墙，变成会这样子。那像亚历山大，我家有两只狗啊，只是我今天都狗那就可能就是它还有三个年次，你不用紧张。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还有个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冲卖个驿马星，还有一个暴败星，还有个小耗星。它赚进来的钱，它就一直没办法留住，就一直出去。好可怜哦，已经很难赚到钱了，而且会一直出花出去。对，没有办法，变成说暴败的话，就是很多事情都不会。如果再借高利贷，可能就被追杀。会被追杀，会被抓，追到澎湖去，多远一点？去那边种丝瓜嘛。然后再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12子年跟这28星处里面有两个，就是一个弼跟一个癸。这个弼就是代表它会结束，所以说属狗的明年有很多的公司，有很多的行号，它可能说面临说，我到底是要关也好，还是说继续做下去也好，因为。整个经营它一直会嘎不过去，就变成会赚钱会非常的苦，它守不住，变成会这样子。那这个围呢，就是说它会当初呢，就它想要它找一些金主都找不到，是在这个地方它会非常为难。啊，如何来化解呢？很简单，就是说怎么去化解呢？怎么化解？我们先讲年次好，因为忘记了，来看一下，来59年次的6月、9月、12月亥时所生的人，属狗的朋友，还有然后在71年次的3月、5月的子时，然后还47年的3月、6月的亥时。你们要拿笔记下来，帮我听到。那如何要化解呢？很简单，你在正月的15号一样，你去拜你附近东西南北中的5间的土地公庙。那你就随便准备你的
诚意，一些水果，你去拜他的时候，记得跟土地公庙的管理员，你跟他要一个红包哦，直接跟他要没关系。他如果不给嘞，不给没关系，就是换你包给他，那请他把红包袋还给你。这样也有用。对，然后回去之后呢，你把五个红包袋，把用一个一条红线把它绑七圈，放在你的财位的地方，就是你的金库里面。哎，他慢慢的就会让你只进来就不出去了。是，哎，那我家有五个管理员在轮班，我就先包给他们，然后这样他们再退回一点给我。对，是 OK 的。好，我就有五个好运。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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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家里有好多都是老师一些风水摆设啊，然后就让我越来越旺。那么还有，哎，刚刚都忘记跟大家预告哈，谢老师，如果你要让自己的居家风水更有财运的话，谢老师又有一本新书能够教给大家来带来好运哦。那么现在我们今年鼠年谁最苦的排行榜已经成绩揭晓出来，好像属虎的最不苦哎。来，我再讲一遍，什么最不苦？啊？属虎的最不苦，对不对？对啊，在座各位老师的预测都没有预测到他们很苦。老师，我就属老虎的，真的很高兴。为什么？我还可以多给我三秒钟吗？啊，其实我要教一个方法。一二三，哎，还没讲完。其实你可以跟那个最快乐，因为苦的相反是最快乐嘛。你看江伯乐属老虎，对不对？讲完了没有？还没讲完。为什么？各位观众，如果遇到江伯乐老师，遇到蔡昌义老师，你遇到很旺的人，记得要跟他握握手，拍拍照。让自己运势变好，真的就像去握新郎新娘沾染好运这样子。哎，那么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鼠年最苦的生肖是属蛇的。哎，有三位老师同时预测，谢老师属蛇，哎，对对对，还好你是老师，你自己都可以改。他属跟我一样属老虎的，他故意装年轻，是吗？好，那这样子大家注意哦，刚刚教大家很多这个 DIY 化解的方法，或者是可能你这几天可以到庙里面去走一走，把这些不好的事情都把它化掉。好，那么第二名的就是属马，还有属老鼠，还有潘潘的生肖属兔的人都也是要注意。那么恭喜属老虎的人，好，今天是最好运的，最不苦的。然后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心想事成，身体健康。